會啊會啊會啊，都叱咤完咗都過咗差唔多四個零月五個月啦，係咁，所以都希望可以俾到一個好嘅表現俾大家睇咯，係，所以都由今朝一直緊張，緊張到依家，係，所以就不過好彩都完啦，都希望大家俾多啲意見同埋係咯，即係令我繼續進步嘅意見。你係特登編排一氣呵成咁樣唱曬咁多首快歌？係啊係啊係啊！特登呢五隻嘅唱跳都係希望中間唔好有停頓位，係因為佢哋都有諗過睇要唔要 top 位，因為驚可能太攰咁樣。但係我自己覺得就我唔知講啲咩，因為即係我覺得希望大家喺嗰個 run down 入邊感受到我想講嘅嘢吧。臨呢個鞠躬都係代表同 fans 嘅説話啦。即係都唔好意思咯，都係令我最覺得。對不住的就是我的 fans， 因為我覺得他們都受到很大壓力，所以那個鞠躬是for他們，也是for所有這段期間批評我的人，我覺得大家批評得好。見你個樣子好濕濕好感喎，你唉有沙啫，我都學埋 Stan 呢啲嘢。嚇睇咩佢係咁樣噶？哦，因為都太耐冇見到每一位 fans 咁樣。其實我整個表演沒有太 focus 台下的人，在最後那隻蒙著嘴可能就 relax 了一點，就見到大家哇很多他們在這裡，即他們都是，所以都很開心。有什麼特別的想現在說，因為台上就跟 fans 說，辛苦大家，以後會再令大家驕傲多一點，希望也都希望可能有一段即係有一啲 fans 會唔開心啦，或者點樣，但係都希望大家可以唔開心嘅時候睇多我哋一眼。係咪今次都係即係想用個表演去話俾大家聽，即係其實ready 再喺個台上去做一個performance？ 係啊，冇錯冇錯，即係成個編排都係自己好耐之前就諗定咗，當知道呢個 show 嘅時候，所以就在想怎樣可以令到這個 run down， 令大家在這個編排裡面感受到我想說的東西，所以就是咯，所以就不知道我自己又因為我自己說話又不是在台上可以很厲害地互動到，我又怕尷尬，即我都所以就不說了，費事大家說些什麼你在這裡，所以就用作品說話、yeah、但你這腳是不吃力的？ OK 的 OK 的，有 keep 住做衝擊波啊嗰啲嘢，琴日知道呢個 show 都特登去打得勁啲嗰個衝擊波，令自己嗰只腳可以冇咁痛，係啊，所以而家都唔係好痛噶啦，而家。但係花咗幾耐時間去？係啊，哇！攞命真係。哇！你有冇運動幾耐先康復曬啊？其實康復曬噶啦，我覺得，因為我覺得純粹係佢而家叫你慢慢保養呢只腳，咁就你都要 keep 住去做物理治療咯。你話手術後的復原其實都七七八八，即係醫生可以看你呢個表演㗎啦，今次。可以，今次可以。我叫你話你翻去開電視，或者話睇 YouTube 都得。你留飛俾佢。喂，唔夠飛啊！我真係，係啊。新歌都係跳槽。係啊，新歌其實新歌未排嘅，未排曬嘅。今次係for呢一個 show 排住先，但係揾咗一位好厲害嘅老師幫我排。有冇講下少少新歌嘅？因為剛才大家第一次聽咧都係好急啊嘛，係有啲咩意思嘛？因為後面有好多嘲笑聲嘅，聽到你個墊底嗰邊。冇錯，嗰、那個聲係我自己想錄嘅，因為開始都想比較呢只歌係一個自嘲嘅一隻歌，我覺得自己嘅笑聲係自己都想笑自己，所以呢只歌由開始嘅嗰種大家對我的批評啊，咩咩，到後屘慢慢變成自己接受，慢慢覺得自己先係嗰個 dummy。咁啊，開頭接觸到呢啲嘅意見嘅時候，一定會覺得覺得大家都係 dummy 咁樣。但係其實睇翻自己，其實先係嗰個 dummy。所以，得一係呢一隻啫。幾時會有 MV 睇？好希望盡快啦，希望都知大家等得耐，所以都希望盡快完成，希望。
我唔敢肯定，我驚又話唔啱咁樣。盡快啦，盡快啦，希望生日咯，希望。但係你生日係咪應該會有咧？希望，希望。即係你係。我都盡力。生日出嘅。希望可以生日出。咁你喺日本個 secret project 咧？誒、欸。都唔 secret 啦，冇錯，我有自己嘅品牌啦，遲啲。因為頭先佢嗰個訪問都講咗，有少少自己嘅一啲品牌想俾大家睇咁樣。幾時會有呢個品牌？係咪又係你生日嗰時？啊！我都希望可以啊，所有嘢都好趕啦依家，咁所以咧就睇下得唔得啦，希望可以同時進行啦 MV 同埋品牌。哇、哦！好耐好耐，哦，咁又冇，咁你话好耐？唔系冇，都总之呢半年都有谂过咯。上年其实已经开始有谂嘅，有谂嘅。咁所以对于嗰个 brand 嘅名啊或者咩，其实都构思咗好耐，睇下点样可以表达到我，即系我喺音乐方面，我好中意讲啲嘢俾大家听。我都希望呢个 brand 可以讲到啲嘢俾大家听。即系服装嚟。系啦，系啦。劇透得未啊？未啊，唔講得咧。即係阿古太，佢都係幫你做呢樣嘢嘅。有幫忙，冇錯，有幫忙，係啦。你投資好多謝你哋。未計條數仲計。神算子嚟，如果未計錯。我因為我唔識計呢啲嘢，我哋請咗人幫我哋計呢啲嘢，所以而家都仲未有到要計俾幾多嘅。係啦，冇錯。之後嚟緊呢段時間就開始要拍我哋嘅十二怪盜啦，咁樣咁亦都準備緊同阿 Low Eden 嗰出戲啦。我哋三個人嘅會同時間一齊進行。即係你兩套戲一齊拍？會差唔多時間咯，差唔多時間，因為都差唔多佢哋喺日本翻嚟都可以完成埋香港嘅一啲戲份啊咁樣。咁你多唔多動作戲啊？如果十二怪盜？多唔多啊？都唔係話好多嘅，特別都唔係話好多嘅。咁但係唔係冇食嘅，唔係好多嘅。大家都有啲唔同程度自己技能嘅一啲表現咯，我只可以講啊。其實係啊。阿 Ian 話佢係食腦嘅，咁你係食咩嘅？咁我絕對唔係食腦啦。食嘢嘅。都唔係，咁你偷嘢好難食嘢嘅，偷嘢。唔係就係話咧，你冇人偷嘢，點樣食嘢？點樣偷嘢？不過都係一個屈機嘅技能嚟嘅，屈機。係啊。佢哋嗰個時候講笑話，其實有你呢個技能，幾乎都唔係好識其他人咯。所以後屘有根據呢一個稍微整弱咗少少我呢個技能。另外之後會同阿 Low 啊、Eden 佢哋去馬拉嗰度。啊。自己會唔會都要落力準備一下？會啊！呢個係第一個。海外的一個表演，所以都希望不知道那個觀眾認不認識我們，但是希望初次見面可以有一個好的印象給你們。因為你會跟小豬是同場的，看先看看吧。看先吧。有什麼期待？期待？真的期待，真的期待，因為出道之後沒有再見過他。那今次之後是不是應該到對自己個人表演的信心大了，或者是安心了？我還沒看 Payback， 要看回感覺呢？感覺啊，好多汗咯。你喺邊度？係，好好睇喎。好啊，多謝。翻去再檢討下，大家多啲批評。真嘅，呢個唔係話要去想講負面説話，而係我認真去睇翻你哋俾我嘅一啲嘢。會唔會想下次同觀眾互動下，即係試下？係啊，下次會。今次呢個 show 就想大家睇歌多啲，專注翻我嘅。表演咁樣， okay， 好，時間關係，仲有下一個，好嘛？啊，好啊，唔該曬，唔該，多謝，唔該，等等，喂，記得咩喎？